我俩这个事儿，比以前的好的事儿，看人肉。你今天玩了什么吗？你俩怎么又回来了？他去了 Freeman's Bay。为什么？嗯，他在这工作，但是他只要一个小时去了呀。为什么？我们这里有一个 trap。是。明天要不然早一点走，我这儿给你买个麦当劳当你的 lunch， 怎么样？我们尿。但 drink 怎么办呢？啊，看着我。但 drink 怎么办呢？带水呢？那你喝吧。还有什么可以买呢？ Canberra 还有呢？那个很好扎吗？不，明天早上早点走。嗯。还有什么呢？Chips 不好吃了。我给你带沙，但是不要包，你知道吗？那个沙。冷的，因为现在很热，无所谓。以前就是包了不好吃，其实冷的也好吃，你知道吗？以前是包了，它就软，不脆了。人家给你多做几个虾，我不给你包，你觉得呢？把它晾了。对呀、啊。是什么呀？嗯？你觉得怎么样？这个 smoothie 还划得来啊、哦，多几块钱。去毛丸，有牛奶的吗？嗯，以后就点这个，这 smoothie 好喝，比这个好喝多了。你刚瘦了一点，不可以吗？又来了，哇，太热了。哎，买点 ice cream 在家里。你晚上来吃吃饭，还有那个 curry。嗯，你去哪儿啊？嗯，明天去哪儿？那你们表演要等着那个吗？哦，去干嘛？我靠！我可看你啊 Rock 你不敢的吗？你试一下，弄一个 baby 的，不用怕，绝对不会掉下来。你想想，它更容易对 baby 孩子的，比很大，它那个抓的，是在那个，不可能，是在那个 Dominion。而还容易，你去试一下嘛。你要不要带电话嘛？有多少个人去啊？没有。啊？16个是我们的。16个？为啥？我们的，但只有7个去。什么意思？你可以不去啊。那7个去，7个一大去。嗯。有100多人。那么多。Last time 有60个人。你不去看电影啊？没有电影。End of week。没有电影这个活的。你怎么知道？把那中文要练一下啊、哦。